即将于12月23日公映的贺岁爱情喜剧《摆渡人》18日在北京举行谢谢你我的摆渡人发布会，监制王家卫，导演张嘉佳，携主演梁朝伟、金城武、陈奕迅、张蓉蓉、杜鹃、熊黛林、马苏、崔智佳、吴亦璇出席。活动现场也发布预告片，揭开电影中的三段感情故事。不知道梁朝伟是怎样定义自己和杜鹃的角色呢？梁先生，电影里是这样的感受吗？我是比较调皮的。调皮是你对自己的形容吗？对。那你怎么形容杜鹃在电影里的那个角色呢？完美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是真会说话呀。发布会现场，几位主演不但各自感谢影片中自己的摆渡人，更当场担任摆渡人，帮几位观众实现愿望。真打开了微信。不，梁先生，微信是要摁住说话。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教梁朝伟用微信啊。你好，我是梁朝伟。不用太困扰，该来的一定会来。祝你好运，钱都可以。我想说，我是管车嘛。也是一个春日啊，那刚好冬天你失恋，冬去春来这样。我想伊森和我一起吹蜡烛。对我害怕，没有人回答。我从来不挣扎。抱一个，谢谢。抱一个，这是导演说的。哇。三队主演不光对自己的摆渡人诉说感激之情，更直接现场送礼。梁朝伟给片中的爱人杜鹃送上大束玫瑰，却被王家卫叫停 NG 不断。要为自己的摆渡人送上礼物，先慢点，我们好方便拍照吧，大家可以鼓掌吧，谢谢大家。这个镜头是不收获的，因为其实梁朝伟送花这个镜头啊，我们都拍了半个晚上，因为这个故事是10年前嘛，就是啊。他就一开始就是现在的梁朝伟，就现在这种生活啊，我们就是不收获，我们说你要回到10年前，用10年前的方式送。对，但是结果呢，出来的效果他走到20年前了。有点突然了。那您觉得今天现场要再送一次吗？肯定要，不够调皮，不够调皮。对，不送。